净空法师法语。十三，何必跟你做冤家？译李炳南老居士。张家大师都是当代的真正大德，他们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，无论什么人来求现，都是非常客气，非常谦虚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二，他们有没有责备人？有。他要教训学生的时候，一定把学生叫到房间里来狠狠地教训一读，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在。有人在那里，他不会教训人，所以学生对老师感激得五体投地。三，老师常说，人有面子，有人在，你呵斥他，你教训他，他到外面，人家会讽刺他，他以后怎么做人？四，真正呵斥教训人，那是真正的爱护。我看你不成才，不是个材料，对你永远恭敬客气，看到你有毛病也不说，为什么？给你说了，你不但不感激，不能改进，你会记恨在心，何必跟你做冤家？http://www.book853.com/show.aspx:page:36:ID:24666/sip:159